柳州凯悦嘉轩酒店，合个影，离开柳州了。这是柳州的第二高楼啊。离开柳州了，
中渡古镇。古镇边的小河。河水非常清澈，水是绿的。古老的青石板路，文化大革命的遗风还在。菜场里的小吃摊，河粉，加半个香肠，总共10块钱。广西鹿寨香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。蛇。天生桥。香桥溶岩国家公园，天生桥。非常漂亮。游览结束了，准备出发去阳朔了，我的小摩托。山上有一个洞，也是天生桥。晚餐双拼饭，鹿寨现成，自己调的汤，18元人民币。阳朔县城，灯火辉煌。9:23。到了阳朔县了，我的小摩托今天晚上住这个水晶度假酒店，在美团上订的啊，非常便宜啊，75块钱一晚上，住2个晚上。
看起来非常不错。75块钱人民币，2美元一晚上的房间，看起来还不错，就是一个两星级的快捷酒店。洗手间看起来还蛮干净的。